来广泛活跃于影视界的志玲姐姐日前升级成为志玲董事长。原来她早先成立了志玲姐姐慈善基金会，15日特别以董事长身份和爸爸一同为公益活动颁奖。不过这个董事长的头衔就让她有点受宠若惊，笑称要当永远的志玲姐姐。被叫董事长是有点超不好意思，请大家还是持续叫我志玲姐姐。然后如果贪心一点的话，就未来5年10年都可以叫志玲姐姐。今年已经38岁的志玲姐姐，虽然与言承旭及马桶小开的绯闻一直不断，却始终未有真正开花结果。这也让志玲爸爸十分着急的现场开出选女婿条件。不过志玲姐姐自己却是十分淡定。欣姐，那今天有没有一些好消息？婚事的部分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虽然婚事毫无进展，不过在最近的网络票选中，志玲姐姐就击败苍井空、范冰冰等人，成为大陆男性网友性幻想对象冠军。虽然也是一份殊荣，却让志玲姐姐略显尴尬。台湾直播，那只能说谢谢，没有多想什么，这太难回答了。2012预言没来，但是欢乐来了。想看点欢乐的优酷给你《我是传奇二》欢乐季马上就来了，最会搞笑的优酷牛人也要来了，所以我吴宗宪也来了。